这是对同事的悼念，还是行凶之后的罪恶感？你什么意思？往往我已死的那个晚上，你去过他的房间。 察觉到这个女孩有些喜欢你，于是你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去占她一点便宜，也许她拒绝了以这样的方式和你发展关系，所以你恼怒了，结果就是她躺在浴缸的血水里，对吗？不是的。 我是向他去表白，从他进公司那天起，我也很喜欢他，可我只是初级业务员，工资不高，又没房子，我一直不敢向他表露我的真心，直到那天晚上。 去了他的房间，他当时的情绪怎么样？他好像很高兴，但又有些紧张。谢谢你，我真的很高兴，但我需要考虑一下。 会打电话给你的。然后呢？后来我回到了房间。谢谢。不知道怎么回事。 酒劲上来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才听到同事们说，安慰他。你向你心仪的女孩表白，她也答应你说会考虑一下，结果当晚，她却搁碗自杀，你就一点不觉得奇怪？ 也就接受这个结论。当然不是，我跟林经理说过。你和林经理说了什么？婉薇她不会自杀的，这没有道理啊。我们走之前才见过面，她什么都没有跟我说。林经理说我只是当晚喝多了，并没有看出她的异常。毕竟大家都知道，婉薇的绩效不好。 最近的情绪一直都有问题，所以我们才来找你谈话。我总希望不要影响你的工作，也不要影响部门内的气氛。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话，就不要告诉别人了。你相信麦晨说的话吗？
他去了死者的房间，只是为了表白。喂，我发现了王婉薇的一个隐藏加密文件。由于骗他的日记，时间是3月22号。22号，就是他死的那天。已经发你邮箱了。好，谢谢，拜拜。不错嘛，现在干完活都能听见谢谢了。王婉薇最后的死亡日期，一定可以解开很多谜团。你听一下这一段，他竟然来到我的房间向我表白，我所爱的干净纯洁英俊的男孩，为什么你现在才来？谢谢你让我的人生不那么绝望，可是我还有机会能够回头吗？我还有得到救赎的可能吗？好吧，我知道你不习惯于他的文风，但是至少真的可以证明麦晨没有说谎。可以证明他的遗书写在这篇日记之前。没错，遗书中的他情绪非常绝望，但是日记里的他明显犹豫了。可以推论王婉薇当晚确实写了遗书，但由于麦晨的表白，他改变了自杀的念头，同时也做了其他的决定。而正是因为这个决定，为他惹来了杀身之祸。在临死前的几个月一直都表现出了比较抑郁的情绪，大家都以为他是工作上的压力或者是情感上不顺，事实上他这些情绪跟工作和感情都没有关系，而是他卷入了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调查清楚的黑幕当中。3月22日晚10点，宴会结束，回到酒店房间。12点之前，他写下遗书，决定结束这承受不住的一切。麦晨进来表白，大约用了20分钟。麦晨走了之后，他写了他最后一个日记，大约用了半个小时。警方判定王婉薇的死亡时间是2:30至3:30之间，也就是说，谁在这个时间段进入过王婉薇的房间，谁的嫌疑就最大，对不对？你家来过客人？熏然来过。李熏然？他被借调了江州市局工作，今天来看我。熏然说专家破译的血密码早就发给你了，你为什么不理会？没有必要理会这么无聊的事情。你没看到吗？现在可是满满的破绽，都在告诉我们，这是一宗谋杀案，凶手就在你这些可爱的同僚中。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过，这个案子由你来主导，慢慢想吧。偷情的夜晚，应该不会计划谋杀，他们两个暂时排除怀疑。你既然有这样的进展，应该高兴才对。可是王婉薇到底卷入了什么样的黑幕？我们还是丝毫的头绪都没有。是你。不是我们。
已经知道了，快跟我说。鱼皮虾饺。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要介入调查一桩自杀案呢？因为有证据表明，有人不愿意做尸检，付给家属10万块封口费。他的目的是什么？尸体上没有伤痕，凶手为了控制王婉薇，把她放到浴缸里面割腕，说不定事先就给她吃了安眠药，怕尸检的时候查出来。查出来怎么样？很多人都采用双重的自杀方法，又是安眠药，又割腕，又放煤气的，这并不奇怪。那到底为什么？死去的躯壳深陷泥潭，无力自拔，感受最后一次放松与空虚，黑暗的起点与终点。有什么事情可以用这些词来形容呢？吸毒。王婉薇有毒瘾，所以她面对麦晨的表白才会那么绝望。不会有人单单因为她吸毒我杀了他。毒品，你确定吗？相信在你公司里有一个贩卖毒品的网络。陈宇公司对毒品是零容忍，如果当时进行了尸检，发现了王婉薇有毒瘾，我一定会要求经营彻底调查的。也许这就是封口费的用处了，如果没有那些举报的邮件，王婉薇这件事情早就尘埃落定，那个毒品网络也就依然安全。那到底是谁付了那个10万？又是谁发了那些邮件呢？那个账户子玉已经在深挖了，至于那些邮件，我大概知道是谁发的。是谁？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会处理的。不过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先报警。那陈宇公司的案子也是这样，发给你姐姐的那些邮件，都是关注你的这个变态写的。警方在联系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这么变态的一个人把你当成目标，这多危险啊！他明显在跟踪你的一举一动，说不定他什么时候就会攻击你。可是对于他是谁，我们却毫无头绪。难道你不是毫无头绪？对于他是谁，你是知道的，是不是？Come catch me if you can. Ha, Simon. Are you my next meal? 谢谢。我拜托你的事情结果怎么样了？ Flower Cannibal is one of the most cruel serial killers caught by the FBI. You helped us to capture him and escort him to Bay Area prison.
most guarded prison in the U.S. So believe me, there's no way for him to escape that prison. 你是在讽刺禁言的要求纯属是在浪费时间吗？ But because you are my friend, Simon, I did go to the prison to check it out in person. And Tommy is still serving his time in his cell. He hasn't been allowed yard time for over a year now. Had no visitors. So whoever is stalking you, it is not Tommy. 我相信他不是 Tommy， 但他们模式一致，特征也相符合。不管他怎么伪装，我都能看出来，这个人和 Tommy 之间一定有联系，而且是密切的联系。So what are you asking for? 一次联合调查，管辖权还有资源分享问题，我相信你可以协商好。不过，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要参与。But this is a far different situation from last time, Simon. You forfeited your security clearance when you decided to go back to China. I don't see how I can include you officially in this investigation. Susan，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 Tommy。如果你想要真正完结这个案子的话，就必须要得到。Let me forward your request to my superiors. 谢谢。说真的，你还好吗？我当初坚持带你回国来休养，是因为我觉得这里可以。你已经为我做了全部能为我做的事情了。接下来让我专心工作，我会赢的。还不算慢吗？你上次有回复了。According to the Sino-U.S. Joint Task Force Agreement on International Violent Crimes, we can form a joint investigation team to share information. As for your classification, 我相信中国警方不会有任何异议，关键是 FBI。Well.Since it involves internal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the FBI wouldn't authorize your participation as a consultant. 但是呢，像这样的一句话，最后来肯定会接个但是吧。But the U.S. government allows a victim the right to assist the ongoing investigation of their case. 受害者。Well,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Simon, you were a victim of that case, and that allows you the right to.Participate in the investigation. 我接受。Good. I'll take care of the paperwork and I'll contact the Chinese police as soon as I can. 没问题。So aren't you going to tell me who she is? 什么谁啊？ Your micro expressions have changed. The corner of your eyes, lips, fingertips.The color of your clothing, even your emotions, have slightly changed since last time I saw you. I hope you'll introduce me soon. Susan, 我知道你是顶级的侧写师，但请你不要观察我。你不知道子玉有事吗？怎么会在这儿？傍晚了。从你这个位置到我这个位置，所有这个地板底下的土壤挖起来打包，带回实验室里筛查。好的。为什么指定要挖这一块？当我没。
加点什么？整个信息拼图中缺失的那一块，王伟的遗书并非是伪造，而当晚确实要决定自杀。那么他所计划好的自杀方式会是什么呢？王婉薇在遗书中写道：原谅我的懦弱，让我享受最后一次的空虚和放纵，黑暗的起点和终点。毒品，他是想用过量注射毒品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是什么害死了他，让他未迈成展开新的生活。他的第一个举动会是什么？丢掉所有的毒品。凶手绝对不知道死者生前丢弃过这样一个东西，而汪汪伟手中的毒品又是从凶手手里拿的。如果我们运气够好的话，他能够指向一个新的名字，帮我们解开所有的谜团。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等着。